这块秤砣的重量可不轻啊，再加上旁边这里子，这可真是里子配铁，越补越瘪呀。咱别的先不说啊，第一步就把铁元素给收集到了啊。我现在一看见他呀，我就情不自禁的想来一句：“整根华子不？”那就走，没事儿。手动的，不是挤住了，他得上弦，你看这不又走两下，上弦给挤住了，就上满了。那我这买回去不一定能好使。好使，这好使，上弦挤住了没毛病，别的啥毛病。现在都不走字儿，关键。你看这会儿这不从这走到这儿了吗？好家伙，这回连镍都没有了啊，直接就是黄铜合金。有颈椎好的可以试一试这款链子啊。咱别的先不说呀，咱就看这些字画，我感觉就外面那些纸壳子都比这个字画要老。哎呦，有生之年我终于看见完整的恐龙化石了啊，还真别说，还带皮的。有这机会我冒着手指头越来越短的风险来摸一摸这恐龙化石啊，还真别说，手感不错，毕竟它带皮。这一趟下来我这手啊，应该是除了金和银，其他的金属类的周期表应该都全了。看没看见都知道摸完这玩意儿啊得洗手。